IT 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。7月23日下午，华硕 RG 举行新品发布会，会上发布了多款新品，其中 RG 游戏手机2给我们相当大的惊喜。硬件配置方面， RG 游戏手机2搭载一块 6.59 英寸 1080p 显示屏，刷新率120赫兹，响应时间1毫秒，采样率为240赫兹，支持屏下指纹 10bit HDR 49毫秒触摸延迟。全球首发高通骁龙855 Plus， 12GB RAM， 512GB UFS 3.0 ROM， 搭载6000毫安时超大电池，支持30瓦快充，采用三重散热设计，厚度9.48毫米，重240克，保留3.5毫米耳机接口，正面立体双扬声器，侧边的超声波触控键 AirTrig 2延迟从63毫秒降低到了20毫秒，后置4800+1300万双摄，前置2400万像素摄像头。售价方面，腾讯游戏定制精英版8+128GB3499元，经典版5999元，第四季度将推出至尊版7999元，打包全套外接拓展配件的电竞装甲版则是12999元，配件包括酷冷风扇2、双控手柄全配版、5000毫安时双屏扩展盒2、Arrow 保护壳、桌上型游戏基座、Vigig 无线投影基座以及炫光智能保护壳等等。大家觉得这次的 RG 游戏手机2怎么样呢？